南，你跟紧我啊！最近是葡萄采摘季，这附近可能会有些猎人，听到枪声你别害怕。我不怕，有你在呢。 我知道你很喜欢这条丝巾，可是后来被弄脏了，昨晚说洗不干净了，然后我说那我也试一下吧，反正后来我也洗不干净，我后来就洗来洗去，到底在说什么？高木学长，其实我想跟你说，我喜欢你。 谢谢你的礼物，楠楠。不过我知道你喜欢万薇学姐，没关系，你们俩并没有在一起，我觉得我还是有希望的。你不用急着回答我，我真的不需要你的回答，你只要知道我喜欢你。嗯，就这样，那我走了。哎，你。